好，欢迎翻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我就嚟到浅水湾啦，唔知道大家系咪同我一样咧，都每次去到放假之前都会非常之头痛，唔知道去边好。咁我喺香港呢两三年咧，我谂大家可以 explore 嘅地方都去得七七八八啦。咁希望迟啲可以快啲去翻旅行啦。咁我今日咧嚟到浅水湾咧，其实就冇乜好丰富嘅行程嘅，纯粹咧真系轻松咁样去一个冇乜人嘅地方咁样啦。因为以我所知咧，浅水湾都冇乜嘢可以行嘅，咁可能有啲餐厅啊或者 cafe 啊可以食下嘢，咁饮杯嘢咁样啦。同埋加上而家泳滩又唔开啦，系咯，而家大家可以睇下个泳滩系完全冇人嘅。我哋第一站咧就嚟咗浅水湾泳滩旁边嘅镇海楼公园。咁呢个咧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庙宇嚟嘅，咁但系咧佢就非常之有中国特色啦，同埋咧有好多中国传统文化入面嘅神像喺度嘅。月老啊！凡命中注定为夫妇者，将以赤绳系其足，指带结其心，定在鸳鸯谱上六其名，使其同偕白首。呢条桥叫做长寿桥啊！有位幸福之神同埋幸运之神。呢个系浅水湾唯一嘅商场。呢间系喺西九文化区都有一间分店嘅，好都几靓喎呢度。佢都幾爽喎，喺呢個呢一片。拜拜，拜。喵。佢個面個 pattern 好特意。花面喵。今日個天麻麻地，如果好天啲應該靚啲。我哋而家咧就喺呢个影湾园坐咗喺佢中间一个 open area 啦。咁我之前咧有嚟过呢度影相嘅。咁佢后面咧有个楼梯位咧，影相咧系好正噶。大家见唔见到？咁前面咧就会有 supermarket 啦，同埋有 coffee shop 啦。咁大家其实都可以买啲嘢食啊、嘢饮，坐喺度咁样 hea 一个晏昼都 OK。Banana cake and Thai tea。 哇，這個好像很正喎！嘅雪糕，你開嚟試。這個是泰式奶茶，係啊，素噶，佢係 vegan， 好似好正咁。雪糕嚟嘅，我中意食香蕉蛋糕。點啊？你要唔要買多份俾你？唔使啊，你食啊，你食完幫我影相。
我哋花咗啲时间 explore 完呢个地方啦，同埋影咗劲多相咯。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影相嘅地方。我哋而家咧就去咗一间叫做山卡拉嘅餐厅，咁咧就睇下有啲咩食先。佢个猪手好似好吸引，嗌个脆皮猪手啦。跟住我嗌个牛油果蟹肉餐。好啊。跟住咧，要唔要多个小食啊？你拣啦。佢有牛舌喎。喂，佢有炸虾饼喎。比较港式的感觉。我最近不太敢吃沙律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前排有个新闻说要吃生菜，然后之后生虫。他说什么半夜有条虫在个剧剧剧是啊，跟住之后我就不太敢吃了。挺新鲜啊。哇，我们的主角到了啦，好大个猪手啊。开餐。他的沙律是挺好吃的。但是那个蝦饼再弹一点就 perfect， 也有努力。手工啤酒有什么特别？